各位午安。大家好，我是原生的志工兼舞台总监，我是陈浩梅。我们上一次来到这边演出是2018年了，那现在是2021年，隔了3年之后，我们今天终于又来到这边，奉献给大家这场音乐会。好，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原生童声合唱团的小朋友进场。在他们进场的时候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原生童声合唱团。今天有多少人是从台北市过来的？哇 ，OK， 你知道台北市是台湾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最高的城市。可是呢，台北市的面积其实只有271.8平方公里。那我现在身后的这些小朋友呢，是来自南投县的信义乡。南投县信义乡有1400平方公里，而且是全台湾人口密度人口密度最低的一个乡镇。那他们来自南投信义乡的11个部落，那也就是所谓的偏乡，因为人口密度跟他们在那个部落的生活的环境状况。那他们是来自原生童声合唱团，其实我们是一个假日学校，他们都是利用礼拜六礼拜天来到原生音乐学校做课业辅导跟音乐的练习。那我想你们如果想要更清楚知道他们的故事的话，我想上半场先听完他们的歌声，我再来介绍给大家知道。那在我们的音乐会开始之前，我先邀请从2017年就开始陪着我们原生童声合唱团每个假日从台北上山的伴奏老师，钢琴伴奏老师陈玉志老师。他每个假日都上山，而且陪着我们北中南到处演出，陈玉志老师。那接着呢，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听见歌在唱》，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听见歌在唱》。《听见歌在唱》的原来的这个真实人物是谁？对，马彼得校长。好，我们现在就来欢迎马彼得校长。好，在我们音乐会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大家在场，我们要一起做一个事情，是在4月2号上午9:28.47，台湾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交通事故，就是花莲县的太鲁阁列车脱轨的事故。那这是台湾灾难史上死亡人数第二的铁道事故。那马校长说，今天来到天主教堂，他希望高神父能够带着大家为这些伤者，或是这些死亡的家人或是家属来做一个祷告。那我们请高神父带着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从你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为我们唱歌，我们愿意跟他们的歌声一起去赞美你，让我们今天的演唱能够从歌声当中体验到你对我们的爱，也接纳我们每天生活的心愿，让我们以及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在你的爱当中平安的长大。啊，现在我们愿意为我们阿怪老师，啊，虽然我不知道他的三个字是怎么写，我常习惯阿怪老师祈祷。啊，也刚才主持人说的，也让我们为这个团体付出的，无论是我们自己或者孩子的家人过世的，也能够继续的为他们祈祷。天主，我们在这里特别为我们的阿冠老师，他离开我们而去，他的付出你看在眼里，我们愿意继续在这个演唱会当中能够一面纪念他，一面也用歌声来赞美他
在为我们服务的辛苦，因此我们祈求你让阿冠老师能够在天堂里面跟你生活在一起，也今天的下午时间希望一确定他会跟我们一起听我们的歌声，求阿冠老师继续的在天父面前我们代祷，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他的精神或是给我们的贡献服务当中的态度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继续的在这一条路上赞美你，也接受我们的祈祷。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谢谢高神父。好，那在神父祷告之后，在我们音乐会开始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叫做方济生活园区，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这边很漂亮？那这是一个环保绿建筑，那它的一个建筑概念是来自日式的设计感，然后你也会发现这里其实都没有空调冷气，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自然通风导流的一个自然的建筑物，然后再来在外面看到一些挑高的这个玻璃帷幕是自然采光，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非常的神圣，也非常的漂亮。那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教堂里面，我们在上半场我们有七首的演出曲目。那在演唱开始呢，我想提醒各位，就是现在请把你的手机关机或是静音。那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呢，请大家不要录影跟录音，请大家用心的聆听现场，可以听到我们小朋友的歌声，好吗？好，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马彼得校长指挥的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Thank you.
Yeah.
这是我们的上半场的演出。那在上半场演出结束之后，我们小朋友想要问现场的观众一句话。小朋友，好，他们还有下一句话哦。好，小朋友，你们可以先下场了，先下场休息。好，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呢。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刚才说要跟大家介绍一些我们的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我们的台湾原声教育协会。那刚才大家都听到他们的歌声了，是不是？那我想请问一下，今天是星期六，对不对？星期六，现场好像有很多的小朋友，我想问问看，小朋友你们假日都在干嘛？爸爸妈妈会带小朋友去做什么？今天你们来听音乐会，对不对？平常可跟爸爸妈妈会带你们去游乐场啊，或是去哪里玩。那可是呢，你们知道吗？今天在台上的这些小朋友，他们跟你们一样，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在他们各自的部落里面上课。我们今天小朋友最小的是国小三年级，他们都在各自的学校上课。到了星期六跟星期天，他们就被我们原声教育原声教育协会，我们的原声音乐学校的校车交通车到各个部落去接他们。我刚才有说他们来自11个部落，那这11个部落分散在陈友兰溪县跟浊水溪县，所以他们有些人其实是要翻过一个山头来到原声音乐学校上课。那他们来上什么课呢？其实他们来补习英文、补习数学、补习自然等等这些课程，因为在部落里面是没有安亲班的，也没有补习班的，所以我们其实在礼拜六礼拜天让他们来做课业的辅导，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一个音乐的练习。那原声教育协会呢，其实我们叫做教育协会，我们不是基金会，也就是我们其实并没有任何的企业来支持我们，来照顾山上部落的这些小朋友。那各位刚才看到这个大概有40位的小朋友，可是其实在我们山上，在原声音乐学校有100多位，将近200位的小朋友，他们6日来学校上课其实完全不用付费。那主要也都是照顾比较弱势的小朋友，经济状况比较不好，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可能都是务农或是打零工，所以他们的收入并不是很稳定的。那他们在部落里面是没有高中的，所以他们国中毕业之后一定要离开部落，如果他们要求学的话就必须要离开部落。那离开部落的话，自然就会有一些生活上面需要的费用，还有你上学的学杂费。那如果他们的家庭经济不允许的情况之下，他们可能就从此就终止了他们继续求学的机会。那原声教育协会其实就是在帮助这些部落的孩子，让他们可以继续求学。那我们不是基金会，那我们的照顾这些孩子的这些所谓的经费来自哪里？其实就是来自各方的捐款，来帮助这些孩子。那今天大家可以来到这边来听这场音乐会，我们有售票吗？对，我们没有售票，因为我们完全不做商业的演出。所以如果你们有听到什么原声童声合唱团去哪里有售票演出，其实很多呢，一则是其他的一些公益团体为了帮原声募款，他们来帮我们办一场音乐会，那这些售票的收入其实还是捐给原声教育协会，让我们可以照顾这些小朋友。或是我们也常常帮其他的公益团体帮他们演出，然后募款，然后把这些款项再捐给其他的公益团体。因为马校长告诉我们部落里面的小朋友，你们其实都是来自四方的帮助，我们有机会要回馈社会，要回馈帮助我们的人，所以我们有能力就还要去帮助其他的人。这两个高中生，国中生请过来。这两个男生呢，其实他们以前也是站在合唱团里面的孩子，只是因为他们是男生，到了国中会怎么样？
对，会变声，会变声，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在里头唱歌了。所以呢，他们就变成是演出的志工。原声就是这样子，当你不能唱歌，你就来继续做志工，照顾学弟妹，来协助所有的演出。那我想问一下，他们两个是住在浊水溪县，对不对？地利部落，好，好，地利部落，你跟大家说一下，你平常礼拜六、礼拜天你要几点起床到原声音乐学校上课？六点。好，他六点就要起床，那上课时间是几点？八点。为什么六点到八点呢？因为部落的路真的很远，我们的交通车是一个一个部落去接小孩，然后才能到原声音乐学校。所以你们可能从 Google 地图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小时的车程，可是实际上在里面绕来绕去要绕两个小时才会到学校。那他们这两位学长其实就是刚才后面这些学弟妹，他们现在礼拜六礼拜天上课的课程。所以现在接下来我看现在几点钟， OK，我们现在有30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也就是我们下半场会在4:10开始，请大家保留你们的票根，待会进场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需要看你们的票根。然后呢，我们外面有服务台，就是如果你们今天很喜欢我们小朋友的歌声，你们可以捐款，捐款2000就可以把这份专辑带回去。那当然不是一定要捐款2000，你们有小额的捐款我们也非常欢迎，那希望你们的捐款都可以帮助我们部落的小朋友可以继续的受教育，可以继续的成长，好不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下半场见，谢谢。